哼，就这啊？你以为我会感动？做梦去吧！臭徒弟，我真的是姚铁锤！闭嘴，你个变声器，才不配当我师父呢！我想我原谅你吗？想想想。那你先洗洗睡吧。臭徒徒，你理理我嘛！你真的好烦呐、啊！我退了，你自己玩吧。真退了？那我也退。怎么又秒开了？钱多多给我打电话干嘛？表姐，我告诉你一件事情。我这会儿忙呀，钱多多。我不行啊，表姐，是超级重要的事情。表姐，你徒弟朱厨厨背着你撩妹。哼，我还以为什么呢？你还笑得出来？要是我徒弟这样，我就不理他了。可是我就是那个妹呀。其实事情是这样的。原来是这样，那你现在怎么办呢？唉，我也不知道怎么解释啊。交给我吧。哎，他这想干嘛呀？唉，没有徒弟在，这个游戏还有什么意思呀？哎，大哥别打别打。暗号暗号。什么暗号？说不出来就把你给补了。我是你爹。回答正确，恭喜你。我抄这也行。我不是回答正确了吗？答案比较欠揍，我忍不住呀。啊，气死我了。干嘛呀？一会儿进去去渔村码头等我。什么情况？钱多多说的渔村码头就是这里了吧？他还没来，在这趴着刷我视频吧。 2000 years later、啊、来人了。啊，钱多多呀，吓我跳。哎，他怎么扛着个人过来呀？你带我来这里干什么？是小徒弟的声音。你还在生你师父的气吗？他不是我师父啊。好吧，那你觉得你师父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？游戏玩得挺菜的，老是去送人头，脾气还挺大的，有时候真想给他炸了。原来我在徒弟眼里是这样的。我真是大笨蛋，他这样嫌弃我，那我也不要他了。哼，我要重新找一个乖徒弟。哎，小师父，终于找到你了。你不是说我玩游戏菜吗？老是送人头吗？嫌弃我脾气差，那你还来找我干什么？你不是不想跟我玩吗？我走，我走，行了吧。